咁啊，好人好事又開咪啦，咁啊，大家好，咁啊，今日個主題就係我哋首先我哋中共國，中共如果懂得運用佛學嘅知識成智，可以攞世界諾貝爾和平獎。點解咁講咧？有咩機會可以攞諾貝爾啊？會唔會大會？你先問咗其他問題先。嗯，咁好啊，咁啊，大家諗諗啦。咁啊，首先有樣嘢啦，啊，我有風聞咧，就傳我哋習大大俾人軟禁喎。係唔好信啊！嗰啲即係而家坊間咧，好多人唔揾食嘅，咁咧又當寫武俠小説，又當寫科幻小説。咁而家你引嚟中國內部啲嘢咧，佢又唔得透明度高，又黑箱作業，咁啊變咗有機會俾人揾食咯。大家就吹啊！咁大家睇下就當係消閒嘅，因為點解咧都唔關你事，你又冇份去做選，係咪啊？邊個上邊個落都唔好，我都冇關你事啊！你最緊要而家你香港普通人做生意，你嘅做盤生意，打工嘅做自己嘅職位。有機會可以行開嘅原來地方，唔攬自己嘅走得係咁簡單，唔好搞咁複雜，咪你會混亂嘅。但你當睇科幻小説冇所謂，睇國內啲嘢當睇科幻小説，儘量少搭口。係啊，科幻你儘量少搭口，你搭啱冇益，你搭錯咗嘴咧，就你唔知邊方面啲人嚟揾你晦氣。唔係啊，唔係一定係國安住啊。咁外國都好多勢力噶嘛，俄羅斯好多勢力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啊，呢啲嘢就適宜少答案。我哋就唔同，我哋一把年紀就預咗呢個係成本噶啦，係咪要出嚟講比較正確啲嘅嘢？啊，但我哋都好保守噶，即係事實，我哋都係講事實。你唔講事實咧，人哋條氣唔順噶嘛。即係話你問起我嗰、那個點解話我？有諾貝爾，中國共產黨攞諾貝爾和平獎咧，就唔係俾個人嘅，係俾佢黨嘅。因為只要召開一個中俄烏嘅和平會談，就成功咗白份公佈出嚟，咁啊掂噶啦。奧巴馬以前都冇做到事，都攞諾貝爾和平獎啦。咁何況你真係做咗啊？但係中國有冇咁嘅能力去搞掂啊？成個方案有曬嘅，但你諗唔諗得到點樣去做咧？咁啊，講你自己中國嘅政府嘅智慧啦。但係你諗唔通嘅，就揾人嚟問下我，俾啲橋你啦。阿普京大佬會聽咩？一定聽嘅。咦？一定聽，因為明知會輸啊嘛。哦。你講到俾聽嗱，你唔制咧，你輸到苦甩嘅咁樣。即係搭定條梯俾佢行，俾佢風光地下啊！但係歐美接唔接受咧？你又要話要，你亦都要令到歐美要接受噶嘛？有連烏克蘭都要接受噶嘛？呢個唔係講政治唔智慧咯。但呢啲問題咧係人類玩出嚟嘅，你係可以有責有能力咧，係應該可以化解還到完嘅，都係人為啫嘛。四四六六搞掂佢咁得，但唔可以公開做嘅啲。你好似王毅咁，即係外交。道啊，就係咩聯合國啲呢班啦，隨便打閉一事無成咯。佢都識出幫聯合國啱啦。但好似轉咗風向喎，冇咁戰狼喎。佢哋好聰明嘅，做唔到戰狼咁咪扮死狗，扮鼠盾咯。唔係扮死鼠盾啊！佢而家成個王毅傑斯呢件黑衣咧，就係、是、成個動作咧，就係、是、佢就佢人哋佢話人哋串房，佢話串走啦。选走列国吓，老鼠咁周围走，周围敲门啦，系嘛？系个问题。咁啊，其实啲因果报应嚟噶，系啊，周围走咯，选走啦，叫做系个问题。嗱，咁啊，因为你又讲紧呢个中俄嗰边咧，就中国可以做调停啊。咁其实未来发展系咪真系只系可以和咧？一定要和噶，你睇你打烂晒，你都要和噶。你冇你呢、這个呢、這个。一定係和收場，睇下點樣和化啫。睇下點樣和化，睇下落去就睇下係啊，歐美都要和噶，係嘛？而家大家 都一定想和，因為大家都可以發爛渣啊嘛，打爛曬咁，你咪大家冇意思啦。嗯，係嘛？你燒到埋身佢就和噶啦，燒到埋身就焗住和。好大個問題。咁啊，另外一樣嘢啦，即係講開又係中共啦，即係雖然啊，雖然係啊，Doctor你頭先都講咗啦，
大陸嗰啲嘢聽下聽下聽下當武俠小説睇啊。咁啊，又都有人問栗戰書反黨被拘禁呢樣嘢係堅定冇？我呢個完全唔知啦，但係咧喺坊間消息咧就話佢喺黃絲講錯嘢，但未得到黨中央政治局嘅同意，就自己私自走去話撐呢個俄羅斯，插應呢個俄羅斯啊，對點解咁大膽啊？呢個唔知嘅。你點知佢點樣講或者接受邊個人嘅命令呢？我變咗咧，坊間謠傳嚟嘅，就佢翻嚟中國落機嘅就俾人拘禁咗、軟禁咗，跟住而家佢自己點樣解話、點樣解簽咧就未知，但係真係佢未露過面嘅。由佢翻咗嚟之後出訪咗咧，未露過面呢個事實。如果你冇露到面咧，就咪好多引起好多好多嘢講啦。即係等於習先生佢喺上合組織翻咗嚟，冇露過面。其實佢如果你安排出嚟話啊，阿習先生昨晚同個靚女跳舞啊，咁咪冇事咯，係嘛？有個節日嘅晚會，阿習先生出嚟跳舞，跳交際舞，咁啊同阿彭媽媽咁咪冇事咯，冇啊嘛。咁你知我哋中國嗰啲公關做到好粗糙嘅啫嘛。阿伯立啦，佢自己都估噶嘛。佢哋嗰邊個個估噶。我哋一早講咗啦，中南海嘅政治係個個估噶嘛，係咪啊？大家斷估啊，大家鬥冇痛苦啊。好，第二個問題。咁啊，呢個中共推行降英文、升俄文點睇咧？又係點講？政治作用嚟嘅。政治作用嚟嘅，但而家咧好似啊個風氣咧又吹翻淡啲，因為有人提出，如果你話恢復嗰個國際城市對外開放，你用俄文係死得噶嘛？係咯，而家世界都通常都係用個英文係做藍本或定立場啦、交流嗰種，所以呢個佢哋會調整嘅。第二個問題。嗱咁啊，內地嗰個防疫政策會唔會變咧？政治的環境呢一定是不會變，但過去過了二十大之後呢，有沒有再變呢就大家要看了。但有一樣東西又很濕滯的，就是有些特權階級呢，因為換了很多器官，為了自己長壽，換了之後呢就那個人體的免疫功能呢就差不多沒那麼齊了，要長期吃藥，他們就很怕這些病毒的，所以個個都要戴口罩。咁辛苦做人做到。這個你冇得評判嘅，佢哋自己命運嚟嘅。咁但佢哋命運咧就影響好多人嘅命運。咁而家你都冇計㗎，係嘛？真係只係無奈兩個字嚟講問題。咁啊，另一樣嘢啦，咁啊，內地個防疫政策就唔知道會唔會變啦，可能二十大後先會要變，都二十大後先會啊改變嘅。咁啊，香港呢邊我哋呢啲好簡單嘅啫，咁你咪問而家個醫管嗰個局長盧寵茂，係咯，咁你問佢以前佢講話，如果你同病毒共存咧，就去黃泉啦。咁我又好簡單嘅啫，咁你有人通知呢個局長盧局長？你香港有姓郭嘅人咧，又挑戰佢，同佢鬥級病毒。我嘅份量咧，多佢一倍，睇下邊個最快醫得到，係咁簡單。啊，即係唔需要講咁多專家意見，乜，講嚟都嘥氣，最緊要實踐。實踐係有效啊，最緊要嘅基礎。第二個問題。啊，咁啊，呢啲比較實際嘅嘢啦，人仔會唔會繼續跌？跌都係好事嚟嘅，刺激經濟嘛。因為而家個世界唔係跌，日本紙跌咁多啦，英鎊跌咗兩成啦，咁所以而家咁你唔跌，咁你嗰個出口咪弱咯。但嗰個屬於市場嘅調整嘅，根據你個國家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唔係話跌就衰嘅，跌地上話唔好嘅。但好啦，你如果作為投資金融嘅，你係企邊邊咯？呢個另類嘅學問嚟嘅，跌唔係唔好事嚟嘅，劇情需要啊嘛，我要刺激個出口啊嘛。因為你唔夠啊，印度啊、越南啊嗰啲其他南亞公嗰啲公司搶啊，啲落單嚟㗎，係個問題。嗱咁啊，香港個樓價又點睇咧？係咪樓價要靠政府做啲嘢咧？但呢個財政司就冚冷全部萬三趴咁冧。首先佢解除咗嗰個辣椒先，全部俾個市場有氣氛先。因為你香港個氣氛好咧，就亦都影響咗國內啲地產咧，唔會繼續冧落去嘛。其實你係幫中國嘅，因為國內嘅地產咧有多少睇翻香港嗰個指標。呢啲其實佢哋有好多方法要做嘅，只要佢哋有心做。
有心做，特首有心做嘅，特首咪揾啲好嘅專家去研究咯，盡快咯，唔好慢咯。第二個問題，咁啊問題就問曬啦，咁啊我哋下一次再，希望我哋中國共產黨能夠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啦，好，係咁先，拜拜。